怎么还没到？马上就到了。饮酒歌，没想到你这么容易上当。吴三十吃里扒外，前几天已经被我赶出沙门了。龙局长向我要人，我是爱莫能助啊。哎，我在问你，他在哪儿？我说了，人已经被我赶出沙门了。要找也得靠你们自己，不过时间可不多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是吗？哎呀，开了枪找到的也是两具尸首，一个换两个，值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是龙局长平日里不给我活路，现在你问我想怎么着，以暴还以暴而已。